哪些生肖配对能成为好闺蜜？因缘分而结识，成为无话不说的好朋友，有福同享有难同担的闺蜜，是每个女生最珍惜的人。那么，十二生肖女之中，哪些生肖女生配对会成为最亲密的好闺蜜呢？一起来看看吧。一，属牛 vs 属兔。聪明的人喜欢跟不太聪明的人做朋友，而生肖牛的人很老实，这两个生肖组合的女孩子们友谊长存。生肖兔的人聪明，心地善良，彼此之间关系稳定，不存在利益关系，所以更能玩到一起。二，属狗 vs 属蛇。这一对生肖闺蜜是典型的互补性闺蜜。生肖狗的人很忠诚，跟他们做闺蜜不用担心哪一天被抛弃，即便是找到男朋友后，还会对自己的闺蜜始终如一。而生肖蛇的女孩缺乏安全感，彼此之间成为好朋友可以相互鼓励，一起发展进步。三，属鼠 vs 属鸡。众所周知，生肖鼠的女孩子是天生的交际家，能力很强，而且非常勇敢，是属于有智慧很理性的生肖。生肖鸡的女孩子们天生感性，做事情很磨叽。她们这对闺蜜组合性格互补，彼此之间互助，是雷打不动的闺蜜组合。四，属龙 vs 属虎。霸气的生肖龙的女孩子们很果断，也很汉子，生肖虎的女孩子也是如此。这是一个很强硬的闺蜜组合，都具有爱心，很有耐心，也很积极向上。这对闺蜜组合能够彼此将对方作为利益竞争对手，互相促进，是事业型闺蜜组合，雷打不动。